fight this battle. 叶枫秀吉羡慕鸭八连，来看看叶枫打宝贝镜的一个小偶像对决啊。这个宝贝镜啊，非主流啊，小偶像玩的不错。小鸭下盘好，重拳放针打乱洞啊，直接死了。好，看二发好招啊，站 A 三个龙甲，哎呀飞踢再次倒地，哎又打晕的节奏啊，好刚好踢晕，打得挺流畅啊，这个宝贝镜。好来倒地，好好的防就行了哈，二皮他跳不进去的，好防住，我去，这一把算是一个确认了。好头上波抓回一回来，来 AB 走，哎可以哈，非常有经验，起身直接 AB 闪开，哎呀可惜啊，落地闪要蓝的吧，死了，这个草地精有点来势汹汹啊。好我们点个赞接着看，看看叶枫如何来报仇。好小盘中来下 A 跟上一个三 C 啊，再来撞，这个宝贝镜也是玩了很多年的这个特瑞啊，草剃啊，叶枫偶尔玩一玩，但没办法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实力的对决。我去这头母鸭手法优秀啊，极限木鸭八连，好枪杀死了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好，我们看这局，投降服，老爹。哎，这一波点招点的多了哈，其实可以跳开的哈，颜值抓破掉，再次夺，哎，可以可以。风女郎啊，玛丽开局来爆气，爆了气，我来波彩头拦你的。蓝之山的前冲，哎还敢架招，我去得稳住啊，要反三了哥们儿，哎呀你要早死啊，这敢战啊，这个破绽是非常大的哈、啊、哎可以啊，同归于尽啊，双双把家还，好关注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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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